追梦的赤子在路上，带着坚强的心前往。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却有着同样的理想。有梦的人带着信仰，拥有坚不可摧的力量，背起装满情谊的行囊，那份沉重依然莫忘。行走在艰难困苦的路上，并不会因此而感到彷徨，在梦里常回到最初的地方看一看。